以及國家一個保護植物等等嘅問題，並有廣泛爭議，並且未能夠解決問題。咁點解今日中地俾
地比公投上更加之好，點解係發展工地？並且要令建污水處理廠不得自由。
人仲要處理埋校事先，居民嘅急症更加令到附近嘅特區醫院成負荷。相反，居民上期遇到商界同事有輕鐵幫助市民穿梭嘅，政府亦都更加興建社區設施，例如文化康樂中心、大學等等。有見及此，發展中地更加可以為市民帶嚟有一個質素嘅生活。啊，今日有朋友再質疑我哋啦，中地嘅作業咧，處理唔到，如何安置咧？啊，今日我哋見到係咩啊？今日中地嘅作業係可以搬遷噶，我搬遷到一啲未發展嘅中地，又或者係多層式大廈，再加上政府已經開始喺屯門啊、元朗南啊、金門、水源等等其他名地提供中地作業活動作臨時嘅公園用途，甚至今日中通國際供應鏈香港倉區總監嘅梁金元先生表示啊，支持多層式大廈嚟處理嘅中地作業。仲有上個頭咧都質疑啊，中地好多業權問題啊，好難處理啊。但今日見到係乜嘢啊？今日啊，政府有收回地條例條例，所以今日政府並唔收回到中地嘅地方。再加上今日咧，可能都覺得咧中地嘅人咧未必能夠收回較好耐。去到最後啦，今日咧有兩個選擇俾大家揀，一個咧就係咧發展高球場，並唔解決到呢個房屋問題；第二就發展中地可以解決而家房屋問題同埋嘅呢個問題。今日答案擺上台先，多謝各位。等等都不會有
但係營運咗運輸公司15年嘅梁先生就表示，佢哋嘅生意係比高峰時期少咗80%啊，已經話呢個行業已經係沒落。而梁先生亦都表示，佢好歡迎政府去收地，但係有方同學點解依然要話呢啲棕地係對經濟係有貢獻嘅呢？有方同學一直都話啲棕地唔好，咁阿馬仔即係話係要收翻其他嘅體育用地啦。但係呢啲體育用地都係有生態嘅古樹，啲嗰啲古樹係可以被列入為古樹名錄冊，長為種植多類屬異危及極危級別嘅樹木，例如屬國家一級類別嘅水松。假如要起樓嘅話，根本就係破壞緊綠色植被，不合乎可持續嘅發展原則。相反，棕地係不能復興嘅綠地，利用棕地係唔會對環境造成額外嘅不能逆轉嘅破壞，而利用棕地亦係得到環保團體嘅支持。另外，收回契約用地根本就係將房屋需要同體育發展對立。事實上，現時嘅契約用地係擔當緊一個推廣運動嘅角色，例如粉嶺高球場係香港唯一一個可以舉辦到國際賽嘅高球場，同時係港隊首選嘅訓練場，對香港高球發展係不可或缺。再加上世界大學棒球賽事，香港男子隊係奪得團體賽嘅金牌，而香港嘅棒球場地只係有兩個。如果要收回嘅話，咁訓練場地就淨係得翻一個，咁係咪對體育係咪有貢獻先？在座各位，今屆亞運嘅香港成績係屬歷年之冠，政府話要支持體育項目，但另一邊廂又話要收翻啲體育用地，咁你係唔係自打嘴巴呢？至於棕地，政府係研究緊多層式大廈作替代，重置棕地作業。新界路線創青年者協會主席鄧坤成就表明，只要政府提供場地及有配套，咁上樓係可以考慮。而加上對於唔需要上樓嘅棕地作業，佢哋大可以使用未被規劃嘅棕地繼續經營，平衡各方需要。咁樣我想請問有方同學，咁樣點解仲可以話嗰啲棕地係唔肯搬遷呢？嗰啲棕地係有。就算嗰啲棕地佢唔肯搬遷，咁佢哋可以用其他仲未俾人收嘅棕地去繼續經營。咁所以有方同學，咁其實佢哋唔係冇得使用嘅。咁頭先有方同學又話，收翻嗰啲地好難，但係辦法總比困難多。而法例上邊係有收回土地條例，所以政府有心嘅話，一定會收得翻啲土地。就算地主佢唔建咗個地契，都一樣可以收得翻啲土地。所以收翻啲土地唔係一件咁難嘅事。所以有方同學可以同我哋講，咁點解為咗發展房屋而可以打壓呢個運動發展呢？多謝各位。發展嘅論點，所
所你見到，如果你話呢個宗地你繼續去進行一個工業作業嘅話，係完全冇問題，但係有可能必要話，如果將呢個搬去第二個宗地嘅話，可以減少污染。但係可能請留意，你只係將你而家嘅污染嘅作業搬咗去第二個宗地嗰度繼續進行污染，所以你係冇解決過任何環境問題。所以可能我呢個可持續發展嘅論點係唔成立嘅。再嚟就係物流業嘅問題啦。有冇可能全場就講一個例子，就係、有一個生意做得埋幾好嘅梁先生就話我好歡迎啲人去攞啲宗地，但係有方同學我哋舉出貨車位係短缺9000個，而家物流業仍然係香港四大行業之首嘅時候，你有冇論證過成個物流業嘅需要？你有冇回應過佢哋嘅需求先？點解我哋要為咗一個人嘅意見去聽，我哋去犧牲成個物流業嘅發展咧？當而家宗地有超過80%嘅用地都係進行呢個物流業作業嘅時候，點解你可以講到咁樣態度可以平衡到我哋嘅方案？我發現完全睇唔到嘅。再嚟回歸翻入邊嚟嘅核心啦，所以點樣嘅土地先適合發展作住屋用途呢？其實我哋見到房屋作為市民嘅安居之所，你已經提供理想宜居嘅生活質素，因此對環境安全、土地質素、交通配套等等，都比其他用地有更高嘅要求，並唔係任何一塊面積大或者空置嘅土地就代表適合作房屋用途噶。但我哋見到宗地嘅土地污染問題難以解決，市民住咗入去仲要擔心自己嘅健康，收購業權成本高昂，到時砌價仲貴嘅豪宅，你哋又點樣解決呢？有方就話辦法仲比困難多，但積極背後要付出幾大嘅代價，你會比較過咧？多謝各位。去問呢啲工程作業，佢都表示並唔同嘅工資，咁即係
可以攞嚟做房屋，我覺得始終可以保存到現時嘅棕地作業問題。梁若芳同學先講話佢有鐵路啦，房方亦都認同有鐵路啊，但而家就係講話佢未來嘅需求會增至到90,000，但係以前鐵路佢嘅負荷量係80,000都冇啊，佢係有鐵路，但係負荷唔到。請問對市民生活依然係好處咧？我哋一直都係講棕地，其實幾差就幾差。咁你方唔可以舉例？咁唔用棕地啊，咁有咩地可以用咧？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已經講唔過去呢一個交通配套範圍啦，就係同你講唔少條，但而家連佢哋都講唔到啦。所以請兩方同學補曬呢個位置嘅搞詞。再嚟，李方咁中意講唔少條，我方繼續同你講唔少條。李方話咧，嗱可以發展唔少條啦，但係190公頃入面有90%係私人用地，涉及300個經營者嘅時候，李方收地要搞幾耐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優先？呢個係地方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首先我哋問咗你很多棕地俾發展區嘅代價，你方完全冇解決過，因為你追問翻啦，呢個污染呢個業權問題，諗住花幾多年幾多時間先解決，先至可以發展到啊？清正負責。有方同學，我哋今日條件係要比較，我咁有方同學，你不如舉一個例子，如果唔用棕地嘅話，可以用邊個？嚟有方同學今日講咗好耐話要比較，我哋比較係咩咧？粉嶺高爾夫球場，我哋就同你比較粉嶺高爾夫球場啦。我哋見到佢呢個橡筋公路係可以起繞道啦，完全。保留嘅只得一棵古樹，所以都冇有公路嘅問題冇得咁嚴重。咁請問點解無論時間成本都比較低，點解唔係咁開放？我同學，你話興建道路，不如解釋到正方啦。興建道路、擴建道路要搞幾耐？你哋咁樣工人同學咁先會考慮。嗱，所以之後咧，同學再古樹問題喎，一棵古樹並唔係啊，我都見到係咩？有80棵古樹可以列入呢個古樹名冊㗎，係今日嘅高爾夫球場嘅重點講啦。咁有邊個比起佢更加能了解高爾夫球場當中嘅古樹？劉方就話啦，其實一棵古樹咧就唔得一棵嘅，然後交通配套咧又唔可以改善。但我方見到嘅係你方連污染問題、人權問題都未回應到嘅時候，點解你方可以話粉嶺高爾夫球場比較差嘅方案咧？因為你方連粉呢個棕地嘅獨特優勢都未能證到喎。咁同埋講棕地咧，唔適合發展啊，有污染問題等等啊嘛。其實並唔係，因為咧棕地啊係可以正規可以處理呢啲嘅污染問題之後再整。再起樓俾市民去居住噶嘛，但係新商反方面內面你收好笪高爾夫球場翻嚟，有啲時候有建設入面咧，依然係解決古蹟古屋等等嘅問題，同埋交通配套嘅問題、民區醫院負荷嘅問題。有冇同學請問整翻高爾夫球場要點樣可以令會點樣解決等等嘅問題？今日有同學話要俾市民居住，話佢哋一個有質素嘅生活，但我哋見到今日洪水橋有460個受污染嘅場址，到底污染問題要點樣解決先係正面回應？解決咯，同學。有方同學成日話政府解決咗究竟要幾多年幾多錢咧？有冇回應過咧？咁同學你係咁問我哋咧，點解決點解決？咁你哋高爾夫球場當中嘅古蹟啊、古墓啊、古樹啊，以及交通配套嘅問題又點解決咧？請問請正面回應。今日有方同學已經冇回應到我嘅問題啦，要花費幾耐嘅時間啦，同埋幾多金錢？有方同學完全冇考慮過嘅時候，點解可以話棕地係可以成為優先方案咧？咁同學點解嚇？今日收回棕地之後，政府有辦法解決呢嘅污染問題？用大幾年嘅時間就可以處理呢兩樣等等問題，但係我今日高爾夫球場嘅當中嘅古墓啊、古樹啊，以及觀光水工程、交通配套擴建等等，嗰個又要搞幾耐咧？嗱，有方同學咧，今日咧就我方同你講嘅棕地嘅時候，你方就係咁同你講粉嶺高爾夫球場，然後就問我哋方總棕地嘅方案咧，有方同學就話：哎呀，我哋可以解決，政府可以解決。咁我方同學可以咁樣答翻你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咧，政府可以解決咧？嗱，今日有同學咧講到。上月，
手，要特別咁多嘅物流嘅用地，搬到其他地方，係豐豪華可以多層次嘅大廈。嗱，見到大家可以試諗下，其實可以幻想一下咧，一個好高嘅大廈，究竟係點樣放到一啲貨車咁大嘅貨櫃入去咧？咁其實有豐豪根本係冇考慮過經濟方面發展，至於市民嘅生活，即係社會方面啦，我可能成日都質疑過，其實啲市民咧住到入去，生活質素都未必係好，可能都係等好耐車。咁其實有豐豪根本係做唔到你頭中所講嘅可持續發展，相反其實咧。
有幾個少少嘅意見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喺政方嘅主線設計上面咧，其實我覺得係刻意去收集過去討論高球場同埋呢一個嘅中地嘅做法咧，我覺得係有少少收得太窄，我覺得係有少少過分利用自己集光嘅方式。咁而家係賽會係想大家討論，淨係中短期咧，都而家何必寫港府應該淨係就中短期嘅選項優先發展中地咧？咁如果而家有18嘅方案入邊，你淨係討論咗一個，咁呢個又係咪真係大家今日想見到嘅打法或者係局面咧？即係何況嘅就係、是、即係可能有，即係可能甚至其實即係講緊四個啦，跟住就係講緊康樂，同埋呢一個嘅高球場同埋中地，最後一個都係最後啦，冇聽到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比較有少少過分利用咗自己面壁嘅站崗上面啦。至於反方咧，其實因為就我覺得啦，係完全就衝一個跳入去正方嘅框架入面打嘅方法。其實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如果係講好耐佢嘅意見問題啦、物流問題，其實都係嘅回應咧，都係在於梁先生個例子嘅時候，我覺得呢個方法好咧。但係如果係衝跳入去嘅打法，因為其實如果換係思路埋落去，佢有好多持續發展入面去包裝自己嘅反方咧，譬如話。物流業嘅可持續發展，即係佢好強調，即係你可能肯定高球場有樹啊，成咁就唔符合可持續發展去產呢啲樹類嘅。咁但係會唔會包裝自己嘅物流業？咁都有可持續發展嘅喎。如果你搬咗去上樓，會唔會影響到物流業自身嘅可持續發展咧？嗱，咁樣可能係中地污染嘅問題啦。咁中地污染本身自己都係有可持續發展嘅問題嘅時候，會唔會包裝埋落去自己嘅反抗去打？咁啊跳埋落去今日嗰個框架入面去講。呢個可持續嘅問題咧，就係少少意見嘅。唔該曬，而家再請林耀欣小姐。其實呢條問題咧，我就覺得好新角新角嘅問題，咁就係佢有好多同學出曬，即係就係你會做比較嘅時候，資料應該好多啦。所以其實嗰個站腳點係比較難平衡嘅，即係譬如話係咩會影響樓價上升，又會點解應該要投啲咩藍招喎？呢啲係比較難處理。今日面題同我好少少係在於，但係今日嘅即係嗰個面題中係有應優先去做翻嗰個俾翻你哋兩方比較。咁其實咧，但係咧今日就有少少可惜嘅，就雙方喺優先即係做呢個比較嗰陣時咧，其實有。少啲地方可以做得比較好，即係你兩方面咧，其實都做嗰啲係都幾好功夫，就係你開始即係比較現有個方案究竟係咪快啦、成本啦、時間啦、難度啦呢啲啦，咁其實我覺得係係好嘅呢件事。但係正方反方喺優先上面都要有少少你注意嘅地方。想正方方面，咁你哋嘅立場就係負責啦，定係要即係擁護呢一個嘅新界宗地啦？所以你喺個方案上面，其實咧你要諗嘅就係唔單止係住唔住得夠多人啊，即係配套上面方面。今日略嫌就係可能係有少少嘅反方，佢其實係捉住你中地上一啲嘅短處嚟去打，亦都係佢哋納入嗰啲後居然嘅問題啊，譬如係話交通配套嘅問題啦。咁呢啲其實可能之前2030加個方案上面可能會有講好多，即係譬如洪水橋呢啲咧。咁可能就略然就嗰個位置上面應對嗰方面好似就差咗少少，反而就你可能要即係study得更加多係嗰方案上面討論啦，咁睇下其他譬如權威啊等等嘅外人士去睇下呢個方案，去完善翻你自己對中地個認識個方案，咁、那個應對上面就好少少。咁反方方面咧，咁其實今日主要嘅你哋嗰個嘅策略就係在於係要跳入佢哋嗰個方案去睇，跟住之後加翻自己嗰個藍綠。其實今日都有污染喎，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嘅交通配套係一回事，但係咧想講嘅就係咧，咁今日就
用地方面係都即係嗰個比較上面，其實我哋覺得居住球場可能隨性啲啊，咁其實唔一定要係中地優先上面嚟講。咁例如就係爭咗少少呢一樣嘢。咁咧今場嗰個比賽，我就覺得咧喺前場上面其實大家就有少少各説各話。咁、那個交鋒嘅位置咧，係即係會喺落喺自由辯論嗰方面。咁首先咧，咁啊後場嚟講咧，其實就係反方可以講多少少，譬如話係有啲我就會覺得有啲問號嘅喺中場上邊。譬如話係反方喺一副上面講嘅其他嘅替代方案啦，中地上面其他比較，譬如話係冇乜交鋒設施比較啦，其實呢啲都可以講得詳細少少。咁咧就可以代替翻你哋可能重複咗自己論點，或者重複納入嘅時間。咁正方嗰方面咧，譬如話係我想聽多啲，譬如話你哋二副話係其實環保組織其實都支持收回中地，咁、那個理由係啲咩咧？即係咪有污染嘅情況可以解決到咧？又或者係其實污染唔係好似反方講咁嚴重咁樣咧？咁同埋收回土地條例咧，我覺得你哋揾到呢個資料嘅同時咧，其實都要係去嘗試去同在場咁多位咧去講翻清楚，就係呢條條例究竟係點樣用？咁點解如果係用得到，好似正方講到咁易流流嘅話，咁點解反方會質疑你話係我從來都冇用過，而且係啲人頻頻走，要賠好多錢嘅，賠成幾億咁樣樣咧？咁呢樣嘢都要係睇翻清楚啦。咁我覺得欣賞嘅地方就自由辯論有少一啲，其實應該要比較早出嘅地方，咁應該係欣賞嘅，但係。譬如話係討論翻嗰個多層式對學校業嗰個影響啦，咁同埋即係比較就係反方就可能捉到譬如話係正方同學就退咗譬如話資金回收業啦，咁正方應該捉到其實係反方從來都冇乜點樣去好深入去比較其他地方嘅，咁但係兩邊就可能已經係比較後場位置 free 啲啦，同埋後面結論即係結辯嗰方面其實都係冇點樣去斟酌過。呢啲嘅位置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有少少模式啦。咁呢一度咧就大概自然就係咁樣啦。咁如果之後想有啲交流嘅話，都可以嘅，就係咁。按照我啱啱做，因為譬如對手會打下叫你咩
中地唔好即係講物理，講埋曬。咁啊，譬如我都呢個講法幾奇怪。譬如咧，如果條片係優先填開，咁唔會講填曬所有，或者係優先發展創科，唔會講咩創科要發展，其實香港而家都係揀四個範疇。所以我覺得呢個攻擊唔係好入口。咁你抽呢啲標準出嚟打之後，就係你放翻其他上嘅標準喺後面。咁呢都係啲職場上處理方法。同埋正方覺得機動性唔夠高咯，因為你前場落完高球咧，對手打咗幾次，打咗幾次入嚟唔係講高球咁，咁你一二半起碼要補一兩句就係，我對手唔夠放彈方案，因為佢都知道完全有效咯，高球都補得唔到啦，咁你先再高球都好易啫。就算你唔知點樣回應，全都要落一兩句啲球員先落翻嚟，咁你場比賽比較似係有交換嘅。咁至於啲反方就反方今日受到的挑戰冇咁大嘅相對，咁但係我又唔覺得反方完全冇問題嘅。譬如咧，我覺得反方幾樣可以處理好啲，一個就係、是、回應嘅時候啲話可以再快少少啦。譬如咧，反一回應嗰陣咧，後半部佢有講到話嗰啲唔係一啲無價值嘅地啦，佢哋冇咗工作用地啦。咁呢個講法啱，但係咧啱啱正一嗰度已經講咗話，其實可以搬到其他地方。咁如果係最點對點嘅回應咧，已經係回應緊嗰啲地方係搬唔到嘅，即係譬如嗰啲，我唔記得你講啲咩，即係嗰啲工廈好似唔可以擺咁上下啦。咁應該反應係回應嗰樣嘢，咁已經係緩慢咗少少，不過唔會失分嘅信息。如果想再快啲咁推出係咁樣好啲。啊，同埋呢個想贊一贊就係、是，我覺得因為我舊年都有做葉軍嘅比賽啦，我覺得今年嘅打法以前好似啊，不過今年冇即係我唔覺得葉軍同睇下好重。或者二副嘅 rebuttal 係唔知係風格定用字上，總之我唔覺得重複。我覺得而家反攻係 OK 嘅。跟住再講翻就係、是、另外有質疑就係物流嗰一度咧，其實我覺得係對手有幾個問題問你。一個問題就係物流嗰度咧，而家咪有啲係非法或者違例發展嘅問題。因為我個人本身認知係咁，即係我頭先上網之後撳電話嗰陣睇到都有呢啲傾喎。咁所以如果佢係有啲非法發展嘅話，咁八成中地都係發展緊物流或者係應該發展物流呢個講法有啲保留。另一樣嘢就係咧，我見原來政府有講過園區重置，咁我唔知道你頭先 call 緊嘅嗰樣嘢啦。咁但係我見如果政府有講過話，佢話就珠海嘅講法已經通過咗啦嘛。咁政府就可能會有個後手同你講話嗰啲嘢可以處理。點解我覺得呢個問題咁重要呢？係因為去到反方二副度咧，我開始發現反方對於點解唔可以發展中地咧，其實唔係一個好冇一個好 concrete 嘅 idea。你有講過中地發展上面一啲零零碎碎問題啦，但係你冇講得出個好完整點解唔得？咩叫好完整唔得咧？譬如你講唔出佢污染嘅程度會帶到住人會發生啲咩命案咁啦，或者講唔到啲中地係少到完全解決唔到問題啊，即係唔係啲好 critical 嘅問題。你係好有效咁打散緊對方，但係如果單睇反方咧，其實反方唔夠有效講到點解不能發展或者不應優先發展呢啲中地，咁呢個係到後場上面，亦都係主線限制，因為你揀咗唔講反方啊嘛，同埋仲有一樣就係、有啲用字上面咧，你哋唔講反方啊嘛，咁你話有啲其他方案，譬如填海，咁就唔好講埋譬如高球，可以講埋譬如填海，譬如仲要其實發展新界能力，譬如乜乜，跟住先再落其他好似嘅嘢。如果唔係提完高球嘅時候抽出嚟打，就可能做短啲，就開始用嘅，就係咁啦。